然后给我们一个赞，参加我们更多的巡回，我们在过年会跑到非常多的地方，到时候见，谢谢大家，记得我们的快闪活动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到很多地方啊，现在好像警车还没来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不唱歌，我们开放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是经纪人，我们开放一个东西，来，今天是情人节，我们开放，我刚刚听到很多人说有人想要对八三要告白。八三愿意接受吗？你不敢对不对？因为你是经纪人，谁让你决定？好，八三幺愿意接受挑战，但是我先说不能骂脏话，一定要说好话，好不好？好，想要对八三幺告白的举手。我看哪一个比较善良。好，你先上来。要有创意哦，要有创意，哎。不能人身攻击哦！为什么要人身攻击啊？我因为我们有太多，来上来，好，来先说你要对谁告白？阿健，哦，对阿健，不能人身攻击哦，不能笑他矮哦，哦对，任何在台上面都不能说，好来，阿健虽然你很矮，有，台中结束后交往。小声一点，他这太霹雳了。这有点。来，我说开始说，你再说，大家没有听。来，你说开始。阿健明天台中度假结束，回我家。告白耶！告白，这是告白吗？你都没告白。大家在心里想一想哦，不然的话我被团员骂，说这是什么梗？因为我在车上，很可能他就会骂我。我们这个团员其实很爱骂人啊，这个我忽然间跑出这个梗，希望大家各位朋友想好要告白什么再上来。像这位同学是没有整理好的，请你下去，我很残酷的啊。想好，我希望下面要有人哭啊，我们是感人的啊。还有谁要告白？好，那位男的好不好？来，男生我男生对，对，可以来。我们确实多元成家，这是真的。想好再上来哦。我现在是闹着被团员骂的危机哈。OK。哇，各位怎么称呼？你好，我叫大象。大象。好，大家以后看到他可以叫大象啊。OK。你要对谁告白？我要跟全部团员。八三要告白，让你胃口这么大，胃口这么大，因为我都很喜欢哦。对，我喜欢八三要蛮久的时间，然后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就是一起喜欢这样子。然后第一次跟八三要过情人节还蛮开心，我跟我女朋友就是一起。他们永远都是一对一起跑。对，你有没有话想要对女朋友说的？对，我们在一起十年了。哇！哎，比我跟小菊还久。对。然后我很爱他，然后希望就是刚刚在西门町的时候有听到，就是可以当婚礼歌手。然后我对我等一下，我希望大家不要那个一直拱。对，因为求婚这种事是发自内心的，对，而且没有人求婚在这么随便的，来求婚吧。然后今天我们在西门町，因为我住桃园，然后早上特地去买了一份情人节礼物，然后因为高速公路有点塞车，然后我们差十分钟就赶不上，但是我们后来还是有赶上，然后希望有机会就是可以就是八三要帮我们一起。我跟我帮我求婚这样子，但是就是比较慎重一点，然后那我们下次好了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好，这位大象很好，今天很谢谢同学，这个场地有点比较随便一点啊，我们下次八三在小巨蛋的时候再帮你求婚好不好？大象，我每一场基本上都有看到大象，很了不起哈。那我不知道他的女朋友是哪位，请歌手好不好？
很优秀哈，两个人都是文青。还有谁？我们再给一位，要有创意，有没有创意？可能真的就很无情了。来，谁？有创意吗？这个。我看哪一个？这个。老公，他你讲的很有创意。小菊，你来选。没有了，我开玩笑，老公你选。好，我选了。好，这位，他一直叫着旁后面那一个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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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跳到后面来，对对对，要有创意哦。来，怎么称呼？我叫林依林。林依林，你好。对，那阿伯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嗯，谢谢。情人节快乐。谢谢谢谢，情人节快乐，谢谢你。情人节快乐。谢谢谢谢。还带礼物，真的。对，要告白要告白。就是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阿伯的？阿普去当兵的时候，就是你们三个去当兵。我想当兵啊，很久以前，他应该上辈子当过兵。我当兵很久以前。然后就是喜欢你很久。好，谢谢。然后情人节快乐。谢谢，祝你情人节快乐。今天有听得开心吗？开心。那就好。好，这个就是创意啊，看到很有创意。下次再有这样子的话，一定要上来啦。我说到创意的，我很严格的哈，送个礼物这样子真的是不太好啊。然后那个八三幺的意思是说哈，尽量大家把钱省起来，买专辑，然后呢把钱省起来，我们开大型演唱会的时候买票，啊，尽量大家不要花太多时间去买礼物。对对对，希望大家可以把如果礼物的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或是完成你们想要做的事情，这就会比送我们礼物更好。对对对。好，那这次我先问一下大家，今天的情人节大家过得快不快乐？好，我们再祝一次八三幺情人节快乐！我喊八三幺，大家喊情人节快乐！八三幺，情人节快乐！谢谢大家，情人节快乐！谢谢。